大家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海外网赚世界。我的频道专注于海外网赚方式的分享，订阅获取最新海外网赚资讯。我的频道在大家的关注下不断成长壮大，我的视频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垃圾评论。在今天我审核这些评论的时候，遇到了一条比较有意思的评论。这个人评论到2019美金网赚注册即送25美元。由于我的频道关注海外网赚，好奇心的驱使使我决定进入他提供的链接一探究竟。我们点开他的链接，会发现他会跳转到这样一个网站上面。在你观看下面的内容之前，首先提醒你，这个网站是虚假的。尽管很多国内的网赚人士都在自己的博客上面推荐这个网站。其目的很简单，无非是为他的博客引流。但是我现在要揭露的是，这个网站并不真实，大家不要去相信它。为什么不真实？下面我将为大家一探究竟。我们看到这个按钮，它会引导你加入，并且在你成功注册之后就能够拿到25美金。遇到这样高额的诱惑，大家一定要头脑清楚的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注册的时候收获这么多的注册奖励。好，话不多说，我们来实地探访一下这个网站。注册之后，它会让你怎样进行网赚的操作？首先，我们来回到我的频道，因为这个网站是虚假的，所以我不会用我自己个人常用的电子邮箱地址。那么，我会使用我之前介绍的一种临时性邮箱的方式。好，点开这个视频，我们进入我之前推荐的一个链接，使用一次性邮箱来注册这样一个网站进行测试。好，我现在已经分配到一个临时邮箱，我们点击 Join Now 注册这个网站，它会再一次诱导你啊，说25美金，然后它这上面会有一个栏目啊，它说啊，1分钟前已经给了这个。邮箱的这个用户318美金啊，通过什么方式？好，这个我们不管它。You are scam，你是骗子。好，邮箱我们这个地方复制临时性的邮箱，first name 就写一个 police 警察，last name 也这样写。好，password 这个地方随便写一个啊，这个没有关系。好，点击哎，我们接受你的条款啊，反正你是骗子，无论接不接受，这个都无所谓的。他这个骗人的网站竟然还支持中国地区啊，这个我随便选一个啊，就选第一个，register 啊，注册。我们来看看这个网站它到底怎么样骗你。好，我们进入了，我们来看看啊，earn money by referring friends。这个网站主要的网赚原理啊，所谓的网赚原理，当然它是骗人的啊，是需要你来通过邀请你的朋友来完成网赚。像这种扩大式的网赚项目，没有其他网赚途径，只是一味的通过这种邀请朋友的方式。一般而言啊，尤其是他这里说到，share the link below and earn $1 for each click。如果你将这个链接分享给你的朋友，那么你的朋友每点击一次，你将获得1美金；如果他注册了这个网站，你将获得5美金。像如此高的回报，你邀请一个人就能够给你5美金，注册的时候又能给你25美金，可想而知，这个网站是怎么样运营下去的。我们再来看到后面，现在我已经有25美金了，多可怕！就注册一次，什么都不需要，连你的个人信息基本上都不问。我就已经拿到25美金了，天上真的能掉馅饼吗？啊，甚至于说，这个网站竟然还在 YouTube 上分享方法，啊，着实可怕。好，它主要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邀约朋友来赚钱，当然你这个钱是赚不到的。我们来看到 Get Paid 这个地方啊，To receive your first payout, you must reach a minimum of 20 clicks。这个地方就揭露了它的真面目了。
如果你想完成第一次收款，你必须达到最少20个点击，邀请5个成功注册的，并且完成4项任务。这些任务都不太好完成。如果你说，哎，分享链接这个好完成啊，那么你分享出去的链接，不仅是害了你的朋友，而且还让这个 CashHuga 这个骗人的网站，它的经营者获得很大的利润，因为它可以骗到更多的人。好，假如说你说前面的这个你都好做，那么后面这个呢，completed tasks 完成任务，这个就不一定好做了。我们可以看到任务包括什么，service 调查，而且它一个调查竟然能够给你20美金。稍微熟悉海外网站的朋友，可能都做过调查网站。有经验的朋友都知道，你做调查不可能给你一次调查就给你20美金。如果这种网站真实存在的话，那么所有的调查网站都可以关门大吉了。好，我们再看到 YouTube submission。好，这个任务怎么做呢？Create a YouTube video talking about CashHuga，创建一个油管的视频。来谈论这个 CashHuga，将它上传上去啊，将 CashHuga 这个放到你的视频介绍当中，然后在下方输入你的视频链接，你就可以赚50美金。这个真是要把我笑死了！这个给的这个费用甚至比 YouTube 上面还要高啊！YouTube 上面你做一个视频，你如果频道没有到达一定体量的话，还没有办法实现一个视频就给你赚50美金。好，这个任务我们也不看了。那这个邀请你的朋友，这个之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从我上述分析的各种疑点来看，这个网站完全是虚假的。如果大家还对这个网站抱有一丝幻想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进谷歌或者说油管上面来查一查这个网站是不是真实的。大家可以看到，一边倒的评论会评论到这个网站是虚假的，并且老外会有各种各样的评论。有关于这个网站的背景信息，或者说这个网站到底是如何骗人的，老外会写的详详细细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一下。那么发布这个视频呢，就是为了提醒大家不要受高额回报的诱惑，避免自己上当。我的频道呢，始终专注于真实海外网站项目的分享。这个地方也要顺带为大家提一句。我之前就强调过，凡是注册奖励超过5美金的网站，大家都要警惕，因为超过5美金的话，会让这个网站的经营变得难以为继。尤其是25美金的，注册即送25美金这种网站很多很多。之前我在谷歌家群组当中也分享过一些骗人的网站，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大家受骗。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录制到这个地方。如果你对这个虚假网站还有任何疑问，或者说你想讨论曝光更多的虚假网站，欢迎大家在我的评论区当中评论。如果你想参与大家有关海外网站的实时讨论，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电报群组，同时欢迎大家关注我的 Twitter。非常感谢大家对本期视频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